继续是来自埔主持的消息。一丛树龄超过90岁的加冬树，位于埔主持第二公有市场通往海通路的巷仔底，枝叶发甲前往，砍到周边的厝顶，树枝嘛撞过墙，损害四周自家的门窗，加上落雨数量伤过多，严重影响到排水系统，致使淹水成灾。附近的店家、住家苦不堪言。以性命保护老树的70岁单身阿婆，因为失地断绝养老院了后，渴望在今年的2月进行撤掉，解决附近居民的困扰。埔主持文化里长杨照旭强调。原本有意移植加当老树，但是因为根部分布伤宽，必须要拆除才会当移植，恐惊引发更大的民怨，只会当采取撤掉的方式。多年来，杨照旭接获里民的陈情，要求撤掉，也则是修正。但是自称老树主人的阿婆，扬言以性命护树，连修正拢袂当，无甲厝边怨声连连，称这丛加当树是民怨树。啊，讲后台椅子，伊就要死来看，所以拢无度处理，十几单来拢无度。即个解决就是阿嬷吼，去住伫安养中心吼，人无伫个，人无伫个，起码长期性，县政府补助伊去住伫即安养院，所以无要倒来，无要倒来，即土地就先吼国有财产局，所以叫国有财产局2月底进前，伊就要处理掉。去年7月，阿婆因为掉山送医治疗了后，被转介到养老院居住。日前，杨照旭再次前往探视，讲到老树的处理问题时，发现阿婆已经失智，到袂记得曾经以性命守护的加当树。伊积极联系国有财产署家己办事处，达成今年2月进前撤掉的共识。最新新闻，中立新闻埔主持采访报道。